Hello LTV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Tanya 蔡健雅。今天我们来到就是十一月的封面故事，人物的这个拍摄，然后这是我第二次就是和 L 合作，然后是我第二次的封面，然后首先要谢谢 L， 真的很开心跟再次跟那么棒的这个 team 一起合作，完全让我如愿以偿的一个拍摄，因为今天把我带到了就是所谓我的分身，就是我的又复古的家庭主妇，穿着时髦的衣服，然后做着家务事，非常非常享受，有非常非常漂亮的高跟鞋，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像我私底下会做的事情。虽然我在家里不会穿着高跟鞋扫地，但是我偶尔也会穿着高跟鞋就是烤烤甜点这样子。今天的造型完全是我这几年特别特别爱的复古造型。还有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突然间长了一颗新的痣，它是突然间这样贴在我的脸上。然后还有特别是发型啊，今天也是好多好多我以前没有尝试过的这个发型，今天就是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惊喜，就是没有想到我可以做这个，没有想到我可以做那个，所以要谢谢 L， 就是让我那么的自在，给我那么多的精神上的鼓励，对。